你不要走啊，冰冰，你不要走啊，坐过来。你去哪里？去敖工洗的，骑着电动车的，骑着电瓶车上的东西是吧？嗯。来，把这个扔掉。今天早上的天气确实还是挺凉快的。是啊，所以顺便带他来走一下。哎，小心点，小。他们走了，我们也跟着去吧，去帮忙啊。西西，我们就坐在这里看着嘛，要不要去走一走啊？就带他去走一下。你没来的时候就坐在这里，经常被蚊子咬。不带他来，他又要。走吧，走吧，啊。我带你去走一走。我说我带他去，他就不愿意去了。他又怕你吃坏他，所以他不跟你去。他现在都知道了哈，你帮他去就会去吃坏你的。你说去家他就会去。走，西西，走，我们自己走。走，他都宁愿跟爷爷，也不愿意跟我。他看到爷爷走了以后，又开始耍赖了。真的，他耍赖的时候拉都拉不回来。你不要走啊，西西，你不要走啊，坐过来。你就这么不愿意跟我、啊，是不是对我很无语啊？哎，实在是抓不住，又跑回去了，拖都拖不走。哎，你再给我擦鼻涕，在我衣服上啊！就没干嘛，你还不干嘛？你们骑车子走就好了，你不要带着他就好了。你在这里，他就不愿意走，你走了就好了。一定要他们走了以后，他才会好一点点。你先走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你先走。你看，都走了吧？他现在左边看一下，右边看一下，都走没影了，看见没有？还有没有影？啊，我们去哪里？来呀、啊，我们走这边，我们不去那边。那你一个人回去，那你一个人回去。嗯，他还真敢一个人走了。那我看你一个人回去吧，你一个人回去吧，看你能不能认识。看来今天的话，给他去训练走路的话，可能就走不了了。他确实不太乐意。现在改成让他自己回家吧，看他能不能认识。嗯，你站在这里干嘛呢？你不是要回去吗？你在找谁？那里好像是奶奶的电动车，他好像看到了。走哪里去？啊？怎么知道了啊？他自己走过来的。你怎么知道了？妈妈，你快点走，让他自己再一个人回去。你什么做的呀？这么一点点路，你找到有什么用？我要他们自己走了。那你等一下你自己找回家，你不愿意走路就。有的时候觉得他哭确实也挺烦人的，但是他自己想干嘛的话，他又表达不出来，所以只能哭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啊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啊。好，现在也轮到你自己走路回家了啊，我就来看你认不认识。其实这一段回家的路也是很简单的，就是走到那里，然后转个头就到了。他应该能认识。我让你回去就不愿意回去，走又不愿意走啊！你想干嘛？现在就在小区门口，他都不愿意走进去。那你想去哪里啊？我跟着你走好不好？那你去，那你去吧。算是走对了吧？啊，你找到了是不是？啊？